即係咁睇咧，即係我哋之前都講咧，前北京市長阿陳希同啊，仲有阿上海市長阿陳良宇咧，呢啲都咁容易俾人拍低咧，似乎呢個王立軍咧就驚，即係好似跟呢個老細咧可能會報佢後塵啊！我成日覺得，即係阿薄熙來會唔會之後又會俾阿習近平清算咧？咁所以佢即係呢啲嘢都好複雜啦！而家佢哋嘅內鬥而家。唔係呢個我哋可以留意翻香港嘅情況啦。即係薄熙來作為一個中共梁振英係咪？咁我哋又睇下梁振英陣營幾時會出現啲咁嘅人咧？其實中共有啲人咧，可能一早已經揣測到薄熙來會有咁嘅下場。因為你見到薄熙來個仔薄瓜瓜就同阿陳曉丹，即係阿陳雲，唔係香港個陳雲啊，係大陸嗰陳雲個孫女就拍拖咯。鳥籠陳雲，原來俾人揭發咗咧，幾個月前就分手咯，即係表示可能聞到啲裸味啊，就分咗手先啦，即係已經唔係金礦嚟㗎啦，即係人哋內部咧收曬料啦。係係係，呢個信息好重要，好重要呢個市場信息。咁而家阿陳雲個女叫咩名啊？陳咩？陳曉丹。陳曉丹，咁係咪單身嚟㗎？系啊，喂，佢冇讲就话分咗手嘅，有冇第三者介入啊？冇话有，会唔会汪洋嘅仔？系喎，呢个我哋密切留意下，留意下留意下啲花边，可以了解多啲中共嘅斗争咁样。咁46分，我哋休息一阵先。好。成班衰佬搞乜嘢好？嗌晒奶茶有汽水，围埋广播吹水。越多女是不是越威先在朋友面前？不是啊，你我家可以凍肉的。越多打的。那你野排會會長來的嘛，我都知道的。即係真係野埋啲馬。聽落 barbecue 邊個唔識你啫？馬王，馬王之王嚟啊！有貨賣對，有靚女等緊片尾去追，追車追飛點？外國人朋友，你不妨同佢出去溝女，佢幫你搞掂曬你唔要嗰啲。喂，咁好啊，人類保完計劃呢個。富士是什么？富士山你上去的？我没有去的。我看着你去的。我有。富士但是你这么松的嘛。不知道你有。不知道你说什么。老婆节目需要的。最新鲜送花火放脆。逢星期五晚12点到1点半，星期五舞女吹不吹得都要听。禁区。埋嚟帮我睇下边个课程啱我。今次又想学啲咩啊？射箭咯。射箭？你掂唔掂噶？做日晒雨淋唔怕辛苦咩？唔怕。美发射箭教室依家喺荔枝角港铁站上面开咗间室内射箭场，唔受天气影响，几时都玩得。仲有注册嘅合资格教练驻场教导，最啱10岁或以上嘅初学人士去玩，完成仲有证书添。可以点报名啊？打25151161或上www.bermond.com.hk 就得啦。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早朝天下。早朝天下，继续我哋讲咩先啊？讲讲跟进我哋琴日讲个马尔代夫个局势啦。咁原来琴日马尔代夫有个大游行喎，系示威啊，可以话系游行示威，系边个发起嘅咧？讲讲边个发起咧？就系由支持前总统纳希德嘅支持者，同埋纳希德都有份嘅，直头系纳希德自己本人带领噶啦。冇错，即系唔单止首都马累，甚至系已经系伸延到去好多即系地方啦，甚至第二大城市啊，阿杜就有32000人嘅人口咧。根据当地嘅军方即警方嘅说法咧，秩序已经完全失控。系，即系表示咗好多人出嚟佢示威啦，甚至系啲人又烧嘢啊，佢又捣乱啊。咁依家就已经派咗啲人就开始对付呢啲口中嘅暴徒啦。咁发展到点咧？首先，新总统哈桑，即系寻日我讲过啦，佢唔系本身再前一位独裁者加晓武嘅嗰条线嘅人。咁佢点样巩固自己嘅权力咧？首先佢就安排咗一位退休嘅军方嘅上校
纳齐姆就出任一个国防部长，即系表示拉拢咗嗰啲军人嘅，而军方都表态会支持新总统哈桑，即系表示佢位置喺军方支持下都应该就唔会相对牢固。系啦，咁另外咁纳希德又打咩牌咧？即系军人又唔支持你，警方又唔支持你，佢打人民牌。叫啲人啲人民出嚟泄憤啊，焚燒嘢，因為佢話佢變即係佢落台咧變節咧，係因為俾人用槍指住佢個頭，係啦，被逼辭職嘅，先辭職，而且俾人打過咧，係，但係佢身上就冇。出现不到任何被人打的伤痕，不是现在有啦，因为他昨日因为他昨日游行的时候被军警驱赶的时候他有被人打嘛，昨日、啊、都可能是、啊、是啊，他现在身上有很多伤痕的了。喂，即是你前总统搞到、啊、搞到这样、嗯、即是即是没有 full fit 的这个人，军方又不支持你，又拉拢不到任何政治势力，这样即是无论是想推他落台的前独裁者势力叫什么前加晓武，加晓武啦，又或者是现在推你落台的就那个现政府就哈桑就更加不会有被你渗透到啦，又没有外国势力庇护，他想有的，想有但是没有嘛，这样他说呼吁国际社会进行干预，呼吁国际社会进行干预就很难的啦、嗯、这样。不过美国不睬他，但美国不睬他啦。咁啊，美国话呢场即系冇话呢场系政变，即系叫啲人冷静。系咯，咪即系。系咯，咁同埋喂，即系你落台嘅时候，你落台嘅时候又冇个，即系你如果想玩呢啲嘢咧，你落台嘅之前你要坚持多一阵啊嘛。系，你起码死几个人先啊嘛。你人都冇死过，你自己攞台。咁你即系你冇戒冇即系。冇任何借口俾外國，即係如果係以歐美勢力嚟講啊，以歐美陣營嚟講，佢都需要借口噶嘛，即係你點樣殘暴對待人民啊，乜物物啊嗰啲咁樣啊，即係破壞民主制度嗰啲咁樣，又冇呢啲，你要有呢啲咁嘅嘢先得噶，大哥，你起碼做一兩個證據，你之前做啊嘛，咁你咁驚打靶又唔好得冇拳鬥啊，大哥，大佬攞支即係學黑社會用語話齋，即係攞支狗仔肥下懟下你咁樣，兇下你，你又落台咁啊，唔使。玩嘅喎，大哥，咁同埋你而家搞到咁嘅地步，你出嚟搞示威，俾人打到豬頭咁樣，冇得搞嘅呢單嘢，你即係都我相信真係好走投無路先會咁樣搞咯。係，佢話佢老婆已經去咗斯里蘭卡，佢、就但係佢係咪走唔甩咧？佢自己佢話因為佢留喺度要參選下年嘅大選咯，即係唔肯走，即係佢仲未死過，仲未死心咧，未死心，但係佢走唔走到嘅咧？其實。嗱，即系应该咁讲，应该咁讲，佢留喺国，佢留喺国内有冇人身安全嘅危险咧？我相信美国虽然就话唔系政变啦，唔支持佢啊，但系都咁嘅关注咧。我相信国际而家视野睇落之下咧，即系咁多焦点佢之下咧，就未必咁快有事嘅。嗯，即系我相信新即系因为新总统哈桑就话佢要进行民主改革啊嘛。咁如果佢实行一个良好形象咧，佢唔会打压阿纳希德嘅。佢而家向國際嗰度宣稱，佢都係唔係政變嚟嘅，佢亦都只係因為局勢混亂，所以先派軍隊同埋警方去鎮壓嗰啲示威者嘅嚇，即係都係想維持翻佢旅遊區嗰個秩序咁樣，佢都係用呢、這個藉口啦嚇。咁呢啲你要搞，即係但係納希德擺明就係想搞，我都唔知係想搞咩，真係冇辦法理解呢一件事，即係。咁講咧，我相信佢就應該我相信啦，起碼佢自己個人判斷就唔係危險啦。係，如果唔係都唔肯鋪頭啦。如果唔係就唔會咁樣嘅形式鋪頭啦，咁樣咁但係以佢在任期間嘅政績嚟睇。你好難判斷佢係民主鬥士啦，係咪？即係你咁樣理解啦。咁所以你即係點樣忽然間走咗去搞街頭運動嘅咧？咁樣即係如果你要搞政變，唔係咁搞嘅喎。即係第一都冇人用啊！即係佢除咗屬於情緒、屬於人民嘅即係。武力啦之外咧，佢冇第二张牌噶啦。唔系你扫诸人民嘅武力都唔系咁样扫诸，你叫佢出嚟上街咁样，喂上街冇鱼咗打仗噶嘛，系咯个心理准备唔同噶嘛，区啊散噶嘛。你谂下，你上街搞到你会俾人打嘅，你如果你要煽动群众去进行呢啲咁样，即系先示威后酝酿后发展成暴乱，然之后再从而变成武装冲突，跟住再借势夺权咁样，咁你
如果有咁嘅部署，照计就唔会搞到自己俾人打，搞到自己俾人打系一个好冇部署、好冇部署嘅做法。所以我都唔知会点样发展。我谂佢好快收皮嘅啫。我估都系，始终佢经验系零啊。即未有呢啲搞街头运动嘅经验咯。吓吓，咁但系佢当初上任嘅时候，其实系好和平嘅状况噶嘛。系选上去。系咯，即系睇佢系八年嗰阵啦。吓，咁但系而家咁样，我都唔知道点搞。系咯，咁佢而家就话因为呢几年嚟咧，其实佢马尔代夫嗰个贪污问题咧就好严重啦。咁即系而家局势又搞到咁乱咧，而家担心嗰、那个即系将来马尔代夫嗰个旅游区咧可能会再搞唔成，可能变咗下一个阿富汗添啊，最严重。评估系，即系所以即系佢认为系啦，即系有啲传媒系媒体认为，即系惊佢哋咁乱系啦，咁样，唉，真系唔知咁一，即系世界上有咁相信民主嘅人，咁相信群众嘅，要有少少政治手段先得噶，真系咁样。好啦，咁我哋暂时以我哋嘅资料就讲到呢度啦。另外我哋讲咩先？讲另一样嘢，讲咩先？讲喂，梁振英嗰单嘢先，即系捆绑式一齐讲啦。因为系嗱，下个礼拜就系、是提名啦，系啦，14号吓，咁啊，咁啊，呢、這个即系要表态嘅，有好多未表态嘅都要表态嘅。咁最主要未表态嘅咧，就系、是、集中喺两个握有好多提名。票在手的建制派政党、啊、首先昨天、啊、自由党其实又送了票给、啊、唐英年的了，即是自由党已经表了态，他们全部选委会集中提名、啊、唐英年，是的，那么那两个建制派的政党就是民建联和工联会、嗯、那现在他们的取态是会很关键影响到，就不是影响到结果，是影响到梁振英入不入到集、嗯、是否放他入集、嗯、那这个这样的问题了。那我相信梁振英是你觉得梁振英够提名票未？佢自己开口就话未够，但你觉得系够未？我相信都未够。如果够咗咧，佢今日就唔会登报纸就澄清佢呢啲呢单案啦，即系成半版报纸都系啊，都几下嘢啊嘛。嗯、第二就唔使即系咁紧张啦。嗯，所以我觉得梁振英系远远系未够票，而且工联会虽然话嗰啲票就睇落去就算唔投票啊，一投就一定投俾阿梁振英噶啦。嗯，工联会系啊，即系睇佢哋啲人讲嘢，因为阿黄国健就话阿梁振英呢单嘢就唔涉及诚信嘅问题，但系你话睇周亮啦，佢呢单嘢就系诚信嘅问题，即系我都见到唐人同埋针锋相对，非唐人嗰种讲法完全唔同。讲紧边单嘢咧？就系讲紧琴日我哋有讲过噶啦，就系佢戴德梁行喺十年前咁样呢、這个咁样嘅西九设计比赛入边，咁样百几支队伍入边咧，就有一支就登记咗。就是话戴德梁行是他们的顾问，咁嗰间公司咧就接受访问啦，咁样又都冇乜特别表态，咁佢就话佢哋公司成日都参加好多比赛噶啦，咁样咁我唔知呢个答案系咩意思嘅啫。人哋问你你嗰次参加比赛究竟有冇同戴德梁行有啲乜嘢利益关系啊？咁样咁佢就话咁我哋公司就成日都参加好多比赛噶啦，即系咩意思啊？即系成日都有利益输送，都唔知答乜。但他都承认了他确实是有问过戴德梁行的地价的意见的。是的，现在这件事昨天我们都讲过了，就是梁振英作为那个比赛的评审、嗯、然后他核下的公司戴德梁行就竟然是其中一个参赛队伍的顾问、嗯、而因为有了戴德梁行的顾问的参与，其实政府就已经即是当主办单位就已经取消了那一队队伍的资格，从而通知梁振英。咁呢件事已经发生在十年前噶啦。咁然之后咧，近日就俾传媒勾翻出嚟讲啦。咁然之后政府就出咗，琴日就出咗个声明啦，一份声明就撑啊唐英年系葡萄酒爱好者啦，所以佢买几多红酒都唔系问题啦。另外一个就系澄清呢一个咁嘅事件的，就认为系即系的确发生过咁嘅，就的而且确系发生过咁嘅事。咁样，咁字眼上面就令人联想到系有利益输送嘅。嫌疑噶啦，咁样咁而梁振英就不断澄清嗰个冇钱收啦。咁呢单嘢咧，首先就系我哋琴日都讲咗，就系政府喺呢个时候发表个咁样嘅声明，系对选举有影响嘅。咁而阿梁振英亦都打个电话俾曾荫权，咁样咁佢就话系佢自己就讲啦，打电话俾曾荫权嘅意思就系话佢相信政府系会公平对待候选人嘅咁样。咁蠢吓，佢会咁样讲，唔系、啊，但系你又真系。
少睇江湖片啊，咁样即系恐吓佢，其实即系佢同你讲，即系佢同你讲，即系话喂，呢坛嘢啊，你应该都会四四六六拆掂佢噶啦，系嘛咁样，即系即系咁样嘅意思，即系其实控鸠佢啊，即系夜妈妈打俾周文权，即系同佢讲，即系话喂，你出街睇路啊，咁样嘅意思啊，你明唔明啊？仲有几个月啫，咁系佢话晒系党员喎。是啊，咁样曾蔭權仲標了嗱，事實上個電話講咩我哋就唔知啦。咁樣可能炸型啊，屌佢老母啊，咁樣都唔撚奇啦，係咪先？咁但係呢單嘢咧，呢兩日都係一個好重點嘅關注咯。咁但係值唔值得煲到咁大呢？即係好多傳媒，你譬如你睇星島嗰啲就煲到好大啦，吞吞吐吐啊，佢話係啊咁樣。咁蘋果係咪都煲到好大？咁佢其實主要咧就講翻，即係其實呢單嘢就冇咩特別咁樣啦。其實對於我哋嚟講，但係佢又挖翻一單嘢出嚟咧，就係2007年咧，即係阿梁振英咧就發現咗戴德梁行咧同埋呢個參與個。